赵青爷，你知不知道这顿饭对我来说有多重要？你知道这些天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啊，你还弄这么一桌子臭菜，你来整我？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针对我这家丧葬店呢？说了你也不会信，可能会觉得我有病。你现在已经看起来很有病了。你说谁有病？你放开我！你说不说？你快说！我说。因为我只剩下不到30天的生命了，我一定要找到让这块手表倒计时停止的方法，不然30天一到我就死了。然后发现你这里可以让它停下来，所以我就……什么手表啊？就是这个，算了，说了你也看不见。石千金，你最好明天醒了之后跟我说清楚。还有，我提醒你啊，以后不准请什么老板搞什么 party。再有下次的话，我撕了你的合同，连你带你的行李一块给你扔出去。石千金。在家没事吧？没接到电话，应该一切 OK。 不行，没卸妆。拿工具！
了！你那么凶干嘛？多少钱我赔你就是了嘛。你算算损失多少，我明天找人把你这重新装修一遍，再让财务打钱给你吗？除了钱就不会说别的了是吗？从你上门找上我开始，我就没有好事。这个世界上不是有钱就能买到所有东西的。我现在命令你，从我房间里面出去。行李怎么在这儿？我去，这什么情况？老周，老周，千金，老周，走，千金，老周，这什么情况？是千金呢？不是在门口坐着呢吗？门口没有啊。箱子还在这儿，不会有事吧？都这么晚了。最近他父亲刚过世，又遇到了很多糟心事，他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怎么办啊？应该还没走远，要不我们出去找一下。你别着急，你快！我说你下来呀！什么时候才下来？下来呀！别下来！
马上报警。小周上去了，怎么办？姐姐，你别吓我，姐姐。伯牙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小心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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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着流星坠落到深海，我在海平面找到的存在，会覆盖，让我超载，我的话被海浪掩盖，被推开。蓝蓝天空只剩下黑白，一个人海边傻傻的徘徊，独自等待流星出来，需要和你一起牵手走在这偏海。走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？干嘛？什么事你要跳楼啊？不是，你到底对人家女孩子做了什么呀？把人逼去跳楼啊？我没有。是这么回事。喂，冯总，帮我查一下金德路435号周围的这些商铺信息，我要收购这几家店铺。你这个钢铁大直男，你知道这样对一个女孩子弱小的心灵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吗？造孽。话好像是说的有点重啊。你那是有点重吗？你那是相当的重啊。石青青，你嘘。明早你配合一下王总的工作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我今晚必须要留在这儿。趁现在配合我。石千金都已经站在顶楼天台上了，你想一想，那一阵风吹过，一个没站稳，你那个钢铁大炉子练的可就不是动物了，那就得赶紧的呀，道歉去，走，啊，走，快点啊，站着，快点，那个，快说啊。我先去修水管，你一会儿洗个热水澡，别感冒了。哎，老周，你对不起啊，千金，我们家老周他就是钢铁大直男，他不懂怜香惜玉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别想不开啊。嗯，我替他向您道歉，就说嘛。再大的事儿也不能让一个女孩子大半夜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啊。就是呀，那周老板准备怎么补偿我们家千金呀？那千金今晚住在住这儿，住这儿，马上让周老板发话，你表态啊。水管已经修好了，你今晚住我房间吧，我跟陆凡住。周老板都发话了，朱莉带着千金赶快洗澡。好，走。慢点啊，小心点啊，别着凉。哎呦，小可怜。
看着点他俩，可别再出什么乱子。放心吧，老周心里有数。看，下雪了。刚才还说下雪了就要跟你表白呢，这么快就忘了？只是没想到这场雪来得这么快，还没来得及准备呢。这场雪就算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吧。真话以后再播。朱莉，我喜欢你，可以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吗？带你去下大雪的地方堆雪人。再说吧。那我就算你答应了。给我一个眼神的肯定，我就会给你我的全部和你在一起。谁答应你了？就算世界末日都来临，我也会牵着你的双手永远不分离。Cause you love me, hi.周星言，你干嘛？你放开我，男女授受不亲啊！吓死我了，我自己都忘了腿上有擦伤，没想到这个周青言还挺细心的。伤口看样子不深，但要注意消毒，别感染了。今晚是我说的有点重了，对不起。你好好休息啊。儿子，横画要写平，横在一个字中间起平衡作用，竖画要写直，竖在一个字中间起到支撑作用。男孩子写字和做人一样，要有中正之气，刚劲之力。
爸爸不知道还能陪你多长时间，所以现在尽量多教你一些东西。你要记得，即使爸爸有一天不在了，只要你能像树化一样刚健有力，就能支撑起这个家。他这是难过了。你发什么异常？这是来自爱情的上头，你不懂。哦，你是挺容易上头。老周，我这次感觉很不一样，我感觉我们俩特别合适。这才认识几个小时，怎么就能看出来合适啊？合适是一种感觉，我现在啊，只要一想到他，我就感觉我那个神经末梢像触电一样。这就是一见钟情的刺激。你不懂，跟你日久都不一定生情。也不知道是谁啊，能让你这个时间巨石开窍。是啊，怎么又开始转了？我喜欢你。
丧葬殿也不好使了，之前还好好的呢。手表停止的不是这家丧葬店，是他。初离，我跟你说，我你别折腾了，快睡觉。风在夜幕前靠岸，听你的呢喃，亲吻过湖泊山川。将温柔收揽，烟火一瞬间绚烂，光驱散黑暗，怀揣着憧憬的少年，你心多柔软。你是人间璀璨，胜过宇宙浩瀚，是世界上最好的期盼。日日夜夜的想念，指引我走向前，我的世界因为你而圆满。安石总吩咐每人分别一家，今天必须谈妥收购事宜。是。我错了，我应该先敲门。站住！等等！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你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啊？你昨晚对我做了什么呀？大哥，我什么都没做呀，是你突然出现在我床上，压着不让我走的。什么？不可能。我先去说，我先去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还不到三分钟。这不是你石千金的风格啊。说你是不是和那个周青岩有什么猫腻，都睡一起了。八卦的气息。
朱莉，你和我说说，怎么样能让一个男人离不开你？石千金，你和他？哎呀，不是，之前我们都猜错了。能让倒计时停止的，不是这家丧葬店，是他，周青言。石千金啊，你最近有点过于玄幻了，好吧？所以，我们现在要改变第一行动目标，让周青言彻底的待在我身边。朱莉，你得配合我。嗯，行。线下教学保姆级撩汉攻略，包教包会，童叟无欺。听着，给周老板配上最好的相框。是。这是高兴吗？这家伙太难懂。谢谢你帮我把照片弄干净了。不客气。朱莉，公司那边有事儿随时call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做周老板的助理。什么？周老板请上车，您的车我派人送去升级保养了。你没事非黏着我干嘛呀？我下午还有事情要做呢。所以我来送你啊。不用。周老板，哎，快删！哎，不删，这么重要的立我证据我得好好留着才对啊。你上不上来？不上了，我可发到网上去了。宠物丧葬店店主将夜景集团年轻女董事强行压在床。大小姐，我上，我上，我现在就上去。助理小时为您服务，请周老板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